你我他，你慢慢拍，所以说你可以让阿伯去拍你。我们都已经配合两年了，为什么还跟我那么没有默契？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美食天地，你我他。因为我拖时间较慢啊，因为我上午接尾拍倒啊。安尼哟，卖个假啊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接袂起哩，好啦。总算一句吼，伊唔是要来抢阮主持的亏，伊若主持的亏要甲我抢去，我阿伯就叫伊卖来啊。我爱比抢。对，伊是要来顶起的这个主家料理的功夫，唔是要来抢阮主持的位嘛？哈。对啊。对嘛，拜托诶。我有早做主持，即做啊料理做啊好。啊，做好大家会用学起来煮，一个重点。啊，那就是重点吼。那你算是目睭白金吼。嘿，好啦，这是开玩笑的吼。咱今日要就准备什么好食料理？我看到这个我好喜欢哦。这台语应该讲青龙炒皮蛋，国语叫做青龙炒皮蛋。青龙炒皮蛋哦。啊，较好听。啊，青龙的青辣椒。对啊，这只青龙。啊，但炒嘿炒起来要青龙。真的吗？啊，他没有要切吗？哎呀，要切好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皮蛋有很多的吃法，但是我大部分拢家己种俩，就是凉拌。皮蛋豆腐。我从来都是平蛋豆腐安尼俩，其他料理我没做过。咱前第一届拍节目做一个鸡爪豆腐。啊，有，就家全部拢家弄个软软的，搓搓的安尼啦吼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好看起来恶心，吃起来好吃，但是今天你这道我跟你讲，就是色香味俱全。下酒啦，吃七头啦，多谢。配饭也都 OK 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那个青龙炒皮蛋到底要怎么做呢？蒜头，蒜头啊，绞肉，加吧，猪绞肉，你也加吧。皮蛋，皮蛋，皮蛋哦，你首先啊要做这道菜，你皮蛋要先给煮过。爱情煮过吗？无，先煮煮过，煮哦，是因为哦，啊，这个钱安尼哦，嘿，因为一哥哥啦，啊，你也不爱煮嘛，使就炒嘛，使，啊，咱是。煎过是要有形状较好，炒起来较有迄个，较袂变形对无？较袂讲迄个两白甲两圆拢安尼散散去。啊，你这重点就爱要煮熟，哦，你若无甲煮熟啦，哦，伊中吼的蛋黄哦，哥哥啊，哥哥啊，对，啊，你煮熟切起来就较清楚啊。啊，个重点你要切，你讲哇，你拢切甲遮水，你切都爱抹水。啊，抹水，爱切你就袂黏刀。安尼，对啦，安尼，咱朋友听重点哦。啊，无你看，咱家己，咱若食凉面叫皮蛋，你无看人一个师傅拢，你拢用刀啊，刷，用刀啊，用，你拢用个刷来切啦，对吧？啊，你讲刀啊，变哪切啦？用刀啊，刷。哦，刷。OK， 啊，咱今日到个青龙炒皮蛋呢，物件穿好啊，过来哩，爱机会吗？爱机会。好，我机会。啊，我切片。好，你切片。OK， 啊，要豆油吧。哎呀，切片到那边，安尼切哦、喔。啊，多要切片，多要变技术了呢。我一个人使切足济啊。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哦 ，Oh my God！ 哦，感觉没看见啊。啊，你来看出老师啦，吼、哦。片啊。哦，好厉害哦。啊，无你切了。嘿啊，我拢安尼念呢。啊，所以讲，是安那，这叫做厨艺啊，这叫有人买人的工艺啦，嗯，厨艺啊。你看麦啊，老师唔是咧叫假的。啊，但是这是老师还是老师啦。这讲来吼，这是你切过来的心得啦。啊，你若准讲你初初你嘛爱切咧切着，太做大坑啊。你敢手敢捌切过？唔捌啦。哎呦，好厉害哦、喔，那么强呢、欸。对啊。啊，油要淋落去啊未？哎。紧嘞哦，底下咧倒啊哦，迄橄榄油。好。哎，真是的假？啊，什么物件要先添汤无？爱让油温起来。油温要起来。嗯。油温一定爱，油温爱起来哦，这个是重点哦。无咱来像咱讲讲物件，要搁较淡淡的，那我又搁较淡淡的起来。油温爱油温。好来，咱油起来了哈。好。你第一行要加什么？蒜头。蒜片哈。对。哦，好了，蒜片先爆香。哦，香味赞，水哦。哦，来，来，过来南边。豆瓣酱。豆瓣酱。哦，豆瓣酱爱先炒哦。啊，你豆瓣酱你也使看你一个人的喜好，你要不较咸的就来更加咸。Oh my god！ 好，绞肉。会喷我，绞肉。嗯，安那袂啊。赞。哦，好。啊，因为这青龙咱要食脆脆。哈。哦，咱所以讲无首先去啊。
爆香的动作切起来呢，是切龙它不会辣哦，它只是香有带有香气而已。哎对，啊你把一定要炒好熟，是一定要熟个对。对，你这把啦炒不熟，你剩的菜做开哦，很脏脏的。哦，是为什么脏脏的？因为它的肉汁没有锁住，哦，它有杂质。了解。好，来过来，加加这豆哥豆啊。好，一苗哥。豆哥。赞哦。真正吼，这性格白豆油哥，真正大家学落的。真正这加落去了，变成伊内底吼上重要的灵魂之物啊！你看，咱加，迄个色水有水哇，人给你看。差异。迄位的豆油哥倒落是乌麻麻呢，咱那这是你看琥珀色的颜色。糖加综合。糖。加印印苗是要让伊的甘脆啊。好。然后加水吗？好。哇，好赞哦！刚刚呢，我就做想要加啦。好，来过来。咖喱配饭就伊多赞，青龙，青龙海瑞，你要得爱变瓦好。八点档有一出青龙，瓦好，无啊，青龙飞上天。哦吼，嘿，我白讲的是青龙，飞龙。到尾迄个飞龙敢有死？死。你又无咧看？我甲你讲，伊无死哇。看完，咱就甲放袂记，因为后日出嘛，搁做做青菜。哎呀，啊，咱头壳一直记嘿。飞龙好像是在国中的时段。你国中哦，阿旺的幼稚园。我回想起嘛，明白？哎，回想起嘛，明白啊？对吗？你安尼操蛋，你国中，阿旺来变我幼稚园啊嘞？好来，咱的，咱先水果伊个加嘛。为什么？等下咱皮蛋，咱就是没有隔太不用煮过。哦，对。阿姨，等下吼，咱甲拌做伙呢。啊，它个粉就会吸汁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就免去加粉了。咱即马重点是加青龙。有那个炒好色，哎，啊，搁切切安尼，不要用太烂，好，现在可以下了。下了，好。啊，你当时也当时哦，这招是你当时会样的。我阿爸甲我教的。啊，那你当上了吗？嘿，可以了。那你要用哪一个？那个要切几个吧？没有，我没有要这，我不用。你不用去地下。哦，用石头底啊。大理石。用石头底哦，大理那要上了吗？哎，安尼就好啊呢。咱的青龙炒皮蛋。哎呦，哎，你唔通去乌恁兜的大理石起来要做盘啊？哈，是免遐搞工哈。咱这是，你要去恁兜偷啊？讲阮兜嘛大理石，我来切一块啊来做吼。今天嘛爱感谢咱阿龙师准备这么好吃的料理啦，真的啊，又简单又方便，又可以买得到食材，对不对？名够好听。对。千秋飞龙飞上天，阿拜个改叫做飞龙飞上天啊哈。OK， 谢谢阿龙妈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欢迎那阿龙帅哥来哦哈，拜拜。谢谢